我们注意到有关媒体的报道，中方已经要求印方有关部门就此予以澄清。中方反对任何针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。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过程中遵守国际规则，合法合规经营，尊重当地的公序良俗。中印经贸合作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，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。希望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，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市场主体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开放、公平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，使中印双边经贸合作早日重回正轨。